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最近哦非常热衷于打这个工会 BOSS， 那目前老爹最高打出6亿7千万，你们以为只有这样吗？来，老爹打工会 BOSS 目前的阵容是这个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最强还不是这样哦，最强应该是要把东仙药满觉醒取代这个少年的这个白哉，可是因为我的这个东仙药还没有满觉醒，再加上我的花姐也还没有满觉醒，如果这两只都满觉醒，是可以直接把王直接打死，打出10亿的伤害。来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觉醒招募，我以前都没有抽这个哦，夜一啊，不是抽这个东仙药跟这个花姐哦，都没有再抽他们呢、啊。现在要开始补抽啦，我的剑八全满，结果没什么用、啊。嗯，再补一只蓝蓝好了。还有谁比较好用啊？真的看不出来谁比较好用哎、欸。好了，随便塞了，就这样。来，看看能不能抽到觉醒的，红色的，红的，怎么感觉变难中了，对不对？感觉以前很好中啊，现在红色的好像不太出来了。哎，东仙药的一颗，继续。我还是没有啊，东仙药的，再一颗花姐的也可以啊，我都没有，哦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有那个自选的、啊，来角色，东仙药，觉醒。背包，我有抽到一个东仙药的，是这一颗替换，但是只有一颗，好像还不够。东仙药是青龙攻击，好来，那花姐呢？她是玄武技巧，花姐的玄武技巧也没有，也没有花姐的，没关系，来背包，应该是材料吧，还是道具啊？哦，这边有一个红色的，那我要选花姐的，来。然后这边这四个东仙药花姐的，好来，不要，我先东仙药好了。OK， 来角色，觉醒，攻击青龙，还是没有啊，这么衰。那花姐呢？补到一个红的，这样我的花姐就觉醒了一招，我的花姐就觉醒了，可以额外恢复8%最大生命值的血量，要凑满6颗哦，慢慢抽啦，也只能这样啦。好，再来我们的主力输出，我们的夜衣，我把它培养得很高哦，
来，身心五星，真的是重点培养啦，真的是重点培养啦。好，这样子攻击力就来到了26万6哦，26万6，重金打造的夜衣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啊。好，那么现在看看老爹能不能打个7亿吧。我看别人可以直接把 BOSS 给打死哦，超夸张的。Go！ 让各位见识一下老爹目前工会 BOSS 可以打到什么程度。我最近真的是蛮爱打工会 BOSS 的啦，我可以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哎，还蛮喜欢打这个的，都很期待自己拿到第一名哦，就是全工会最高伤害。OK。开始发挥，7点1户，恢复3个怒气，后面三排，后面一排3只怒气，然后夜衣开始踹，我的夜衣会越打越痛啊，越打越痛。400万，你看越打越痛，440万啊，好，然后大西瓜再增加我夜衣的怒气，好。你们不要看哦，虽然现在才第三回合才打了3500万哦，等下后面爆发起来是很可怕的。来，泥路先炸一下，然后7点1户，一样回3个怒气，后面3只的怒气，然后少点白灾增加暴击，夜衣出马，好，这次可以踢。1000万了，第二下580，第三下610，越踢越高，哦，610 OK， 花解回怒，回怒气 OK， 看这个打真的很过瘾啊。应该有一天我也可以直接干掉 BOSS 啊！我现在已经打了9500万，4回合。他这个越到后面爆发力越强，前面都不重要啊。好，来，泥路先炸，然后再来夜衣，第一发特别痛啦，1000万，再来第二发560，第三发。看他这样踢超爽，560 OK， 继续。这个时候大西瓜先，然后夜衣的气又满了，继续踢，踢爆他。哦，目前已经1.5亿了，第五回合才1.5亿哦，越到后面越夸张。好，一户再回怒，就是这么爽，就是这么爽。好，继续踢，你看我一回合可以踢几次啊？1100万，我们已经打到1.8亿了，1.9亿，2亿伤害啊！好，花解回怒，好，没得踢了，下一回合，没问题，5回合打2亿2000万，泥路先炸，再来我们的夜衣。第一下1300啦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第二下会比较低，不过没关系，740。
好，大西瓜回怒，再来庆典蓝蓝，庆典一户，再回后排三只的怒气。OK， 少年白哉，花姐回怒，哇，还是不能踢，没关系。目前打了2亿7千万六回合，再来，泥路先，再来我们的夜一，第一下1300万740，哦，疯狂给输出，就是这么爽。大西瓜回怒。然后七点一户再回三个怒，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花姐的这个觉醒给搞满了，主要就是为了她的这个回怒效果还会再更高。好，3亿4千万七回合，来武装夜一。第二梯，第二梯660，哇，才两梯而已啊，踢两次有点衰了，有时候还蛮看脸的哦。泥路再炸一下，好，花姐回怒，大西瓜再给夜一加怒。哇，这一把比较衰啊。好，普通攻击，我昨天都打6亿7啦，这一次不会没有吧。我的夜一又提升这么多，哎，好，来继续夜一先踹一下，两下，怎么感觉这个表现比昨天还差、啊、好，4亿2千万，来七点一户，OK， 应该打个6亿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，打个6亿应该没太大问题。好，4亿5千万，4亿6千万，花姐继续回怒，就是这么狂。OK， 关键在最后一回合啦，最后一回合我们要来大爆炸了。好，来，这一回合要打个1亿3，有点难度哦，试试看啦、啊、应该是可以吧。哇，这是踢一脚，这个是为什么我会打很多次的原因呢、啊、因为这个有时候衰起来哦，他就只踢一脚啊，我真的没办法、啊、这个有点看脸，不过真的伤害真的可以打出很高啦，我最高目前就是6亿7千万啊，但我看别府的高手直接干掉 BOSS 啦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这次才5亿1啊，老爹还会继续努力啊，好不好，我也想干掉这只 BOSS。 好，如果就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